最新消息，据说大厨看见有架飞机咻往下跌，没晓得是不是那架飞机那个跌下去以后们挂到那个高压线吧。我们家没事，没到处到吧。飞机坠落了。啊，是飞机啊。嗯，战斗机。是什么飞机啊？战斗机。战斗机。那个朝鲜的。朝鲜了，刚刚朝鲜的。没事，没到处到吧。飞机坠落了。啊，是飞机啊。嗯，战斗机。是什么飞机啊？战斗机。那个朝鲜的。朝鲜了，刚刚朝鲜的。来了飞行员的这个了。